子瑜和矮子舒华同为在韩国发展的台湾人，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好友。两人每次只要有互动，都会引发粉丝间热烈讨论。像是先前他们一起录制 Nude 的短片挑战，超美门面忙内合体，让大家直呼是梦幻组合。而 Kepler 的中国成员沈小婷之后也有和矮子两位成员舒华、雨琦一起录新歌挑战。由于在 Kepler 出道不久时，雨琦和舒华就曾说过喜欢沈小婷，希望能认识对方。果然后来如愿变成朋友，再加上舒华和子瑜的好感情，让许多人就期待可以看到这几位中文赖大集合。没想到就在十日，沈小婷惊喜分享了和子瑜、舒华以及 Dream Catcher 成员谭东一起吃饭的照片。虽然少了雨琦，但能看到这组合已经太满足。网友们也直呼门面含量实在是有够高啊！